现在养狗狗的家庭也越来越多。当然了，在国内很多家庭有了小宝宝之后，会选择把狗狗给送走一段时间，怕他们的野性会对小宝宝造成伤害。不过在国外可就不一样了，很多家庭会把狗狗当作小宝宝的玩伴，而狗狗们也能够尽职尽责，不但能陪小主人一起玩耍，而且还能充当保镖的角色。不过有的时候狗狗也能够做出一些非常搞笑的事情，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国外的一名网友去养了一只呆萌可爱的狗狗，有一天主人准备去带狗狗去医院打预防针，主人来到狗狗的房间后，却发现狗狗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按时起床，而是躺在床上装睡。主人对着它连喊了几声，而狗狗仍是双眼紧闭，身体躺得直挺挺的。接下来主人走上前去轻轻地拍打它，但是狗狗仍是无动于衷，看这样子好像在说，任你怎么样，我今天就是不起床。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狗狗装睡的小把戏怎么可能骗得过主人呢？于是主人便拿来了狗狗最喜欢吃的零食，当闻到零食的香味后，狗狗终于忍不住了，马上抬起头凑了过来。看到这一幕后，主人直接笑得直不起腰了。